随随便便拍，随随便便丢，就随随便便拿了一个金奖。很好，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。啊，第一次听到水下摄影师这样子说。四三的系统啊，在拍微距上有很大优势。四三什么？四三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Olympus 的这种机器。好，够了。不是多看美女啊，多看美女。我知道你常常在复习这件事情。这是什么节奏？我觉得它好奇怪哦。水色比赛最大的题材，第一个一定是明白。水色比赛最大题材到底是什么？详情请看 saltymask.com。